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卤蛋品酒，我是卤蛋。我们现在在台中的公车上，卤蛋今天要去参加我们阿贝同乐会的一支会。那听说这是之后他们会举办一个小型的爱雷岛酒展的前哨站。那在这边提醒大家，最近疫情越来越严峻，大家不管是参加各种聚会或者是搭公车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戴上口罩，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好，那我们等一下会场见咯，拜拜。这次卤蛋参加的活动是由脸书社团阿贝同乐会所举办的爱雷岛办事会。参加的人除了必须缴交1000块钱的餐费之外，还必须携带一支水位超过一半以上、价格超过2500元的指定爱雷岛酒厂威士忌。至于要带哪一家酒厂的威士忌，则是由抽签来决定。但是抽签之后，如果不喜欢，还是可以私下跟其他伙伴互换酒厂。这次卤蛋抽到的酒厂是布纳哈本，刚好也是卤蛋最爱的酒厂之一。于是精挑细选，选了一支批次桶强的波特桶布纳。这支波特桶有别于我们熟悉的格马兰波特桶，是支在波特桶 finish 的威士忌。丰富的坚果香气与水果果肉香气，搭上布纳哈本特有的花香，柔顺油润的酒体，完全无法联想到它是一支 55.3% 的桶强。现场出现的酒款也可以说是惊为天人，阿贝伽利略、奥特摩、白标海妖等各种收藏等级的好酒通通出现在桌上。现场干部们则是忙着招呼大家，卤蛋好不容易找到空档，请我们阿贝同乐会的会长跟大家说几句话。嘿，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阿贝同乐会的会长来跟大家讲几句话。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台中，也很辛苦两位副会长铁牛兄还有令赏帮我们筹备这个活动那这一次是第一次在台中办的大型活动。那我们今天的办知会是有主题的，对不对？主要还是环绕在爱雷岛这个主题上面，不要让大家以为说阿贝同乐会只有喝阿贝，其实我们是对威士忌都很有爱的，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秉持着爱雷岛的精神，就是一个分享有爱的精神，所以我们就是要推广我们爱雷岛的泥煤威士忌。对对对，那听说有机会的话也会想要举办我们爱雷岛的专属酒展，是不是？应该算是一个嘉年华，想要为的是 Whisky Lover 服务，就是对我们的对于泥煤有爱的同好们。对对对对对。OK OK， 好，谢谢我们的阿贝会长，谢谢。而且现场不只是酒友们有来，品牌大使们也都到了，布莱迪的 Rex Dash、阿贝的 Murphy， 以及前一阵子刚转换跑到三得利的 Joy 也来了，等等，布莱迪跟阿贝。没错，今天直接现场来一个世纪大和解，而且地点就是在案发的台中。只能说，威士忌就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在爱雷岛泥美的魅力之下，什么恩怨情仇都比不过一个碰杯。更何况只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小小误会。这时候，卤蛋脑中的喝酒雷达大响，让我坐立不安。阿贝会长从他那4次元的背包当中拉出一支酒。看起来稀松平常的透明玻璃瓶，贴着一张没看过的白色酒标，白色酒标上面清楚的写着黑色的 Achtermore。 旁边的大使们眼睛为之一亮， Rex 大使更是情绪激动的抖着手接过酒。原来这支正是传说中的首版奥特姆，全台数量屈指可数，而阿贝会长更是霸气的下了断头令。SSR 等级的神酒要现场断头跟大家分享，而这历史性的一刻理当由我们布莱迪大使操刀。柔和的酒体几乎没有酒精感，极度油润的口感不小心就会滑进喉咙，漂亮的花香与坚果香气在口中绽放，厚实却不呛人的泥煤在喉间炸裂。我不禁思考，这样宠坏自己的舌头真的好吗？这次的活动真的让卤蛋大开眼界哦！小小的爱雷岛产区却能够有如此丰富的变化。这场活动的酒就像是手游的回馈大礼包，保证抽到 SR 以上，更有高几率出现 SSR 神酒。我想，我更期待会长口中所说那爱雷岛嘉年华会又会是什么样子的盛况呢？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参加我们阿贝同乐会的半支会齁。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这支影片就帮我们点赞与分享，想要更多的欢迎到频道里面逛逛，想看到第一手片一定要订阅我并且打开小铃铛，有段不定时的在我 IG 等堆各种动态，专凭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未成年绝不，千万不要饮酒，那我们下期见，拜拜。